也就是说我们四个人要分两队，啊，一个去杭州，一个在乌镇探寻。其实啊，新的冒险，我挺想去杭州的。我也想去，因为我知道杭州有很多好吃的，比如说我听说的啊，有那个知味果，有东坡肉，东坡肉，哇，是不是？是。那我们还有龙井虾仁，好像也是杭州的，是不是？西湖醋鱼，对对对，这个。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去杭州，杭州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好，我们四个一起去杭州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去。那我就负责乌镇这一块吧，我们分工合作。即到横店，我多想去横店啊！兄弟，你去了，去横店了。横店怎么了？一个人去横店了，我们乌镇。想去，那咱们去横店吧。咱们别去杭州了，我们去横店。咱们去横店，咱们去。那我去北京。我们去。OK， 因为那个子毅负责杭州的部分，好，我就何长进负责这个哪里？乌镇，乌镇，横，我是睡醒了没啊？你现在有点不是，我们能听懂的，没关系，兄弟，我们懂你，你就随便说。这世界很酷。